Crazy, everybody's trying to steal my lady. Sputters in the mirror and things can't be right. Back to the scene of a Friday night. To a blessed collision, still frozen tight. Spill drink is Cupid and the sound of her first time. And why did you argue? Dreaming of those eyes,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我跟你说，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我妈每个礼拜都会帮我准备好几包那个鸡精，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减肥，减到真的身体超级虚，月经超不顺，然后整个人虚到我曾经在便利商店昏倒的那种虚。但老实说，那时候有一点不懂得珍惜，就觉得小小一包而已啊。但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鸡精有多珍贵。我最近在喝的是这个台湾的品牌，叫做古德基啊，这个旁被我剪掉了。But anyway， 那他们从1977年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40年的饲养土鸡的经验。他们比较算是一个是稳扎稳打的台湾品牌。他们的鸡精都是全鸡淬炼，所以不会额外再添加水，所以你在闻或是喝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感觉到它很浓。除了这个原味之外，他们还有这个专为女性而设计的植萃鸡精精。这个他们选了台湾产的可以食用的玫瑰，然后萃取出玫瑰精华，所以里面除了鸡精之外，还有很丰富的玫瑰多酚还有花青素。在喝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味。我是两个都有在喝，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女生真的会蛮喜欢的。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生活跟作息很不正常，那鸡精精里面就可以帮助调节你的生理机能，然后增加你的抵抗力啦，增加你的就是。我自己重新又开始喝低基金之后，我觉得那个体力上真的有差别。其他像是孕妇啊、病患或长辈，其实也都可以喝来补充你的营养跟能量。所以，应该说总体来说，低基金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补品。那这次呢，也争取到一个限定的优惠给大家。最近他们有推出这个中秋的礼盒，然后里面呢，哎呦。好多东西有东西啊，里面有这个跟美浓窑合作的这个超级可爱的蛋杯，所以你就可以把鸡精倒进去喝。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我要送朋友或是长辈中秋礼盒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下，你会直接变成今年送你最贴心最有质感的晚辈。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你的家人。几天买的 Morgan， 买一套西装、牛仔裤，然后衬衫，还有件内搭。哇，快上！今天 Jonas 跟 Stanley 要拍一个杂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OOTD。哎呀，我的白白熊上衣是 Morgan， 然后裤子是 American Eagle 的一个，它叫 Mom Jeans 吗？我也忘了 ，Baggy Jeans。我的车快到了，好，出发。I'll be there in 15,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ay, I'm using this vlog again. Wish you knew me at 19. 刚差不多 fitting 完了，然后我刚才知道今天貌似是要出去拍外景的。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glass. Got t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今天的拍摄呢，其实比想象中拍的还要更久。本来说好像大概四个小时吧，结果光是妆发就已经三个小时了。不过今天拍摄的整个 crew 都非常非常的好，蛮期待最后的成果。那个杂志好像是在9月底的时候会出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Jonas 的
IG。 其实我平常比较少接触到这种 editorial 的拍摄，就大部分比较是 commercial 的，就是这种 editorial 的就是在服装啊造型跟就是 concept 上面会比较有趣。其实我今天一直以为我们都会是在室内的，就我没想到做完妆发之后我们就去室外拍了。今天在外面虽然有风但还是热啊，只要一流汗我就觉得那整个脸都是那个汗水跟油脂都就是塞在你的毛孔里那种感觉。那我现在是要用这个 Foreal 的 Luna 3洗脸机，这个我已经推荐过不知道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吧，我仅存不多的 facial wash。 我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次了，就是它的这个细胶刷毛是很软的，然后我之前有用过其他品牌的洗脸机，然后那个毛稍微粗一点的话你在这边这样摩擦其实脸是会痛然后会泛红的。我先洗脸哈。那因为它是细胶的，所以它比较好清洗，比较不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因为它不用替换嘛，所以相较来说那个耗材也比较低，比较环保。我跟你说它真的有差，比手洗更干净。像我就很喜欢用就是尖尖这个头去清洗我鼻翼两边就是特别容易长黑头的地方。另外它后面有这个波浪纹有没有，然后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是可以做按摩。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就是哦天哪我好像好想睡觉，就拿它这样子按摩一下你的脸，除了可以帮你按摩一下脸部的轮廓啦消水肿之外，对我来说就是 wake me up 这个功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然后手边有一点预算的话，其实我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入这个洗脸机的，因为洗脸也不分男女嘛，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帮很好的朋友或是另一半找礼物的话，这个是蛮实用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那我现在要准备洗澡，然后给自己准备一顿晚餐，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吃到任何一餐的 proper meal。 Oops。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but words can wait until some other day.大概是早上11:30，然后我今天报名了一个 pottery class。我今天看到朋友上课，感觉好像蛮好玩的，所以我自己就报了一堂。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有点远，在莱基狗，我过去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手指咩？俾翻少少力。撳咗入去之後
向上，兩隻手同一個 level 啦，一齊向上，左手向上啦，係好。我咧大概去到呢個位置左右啦，跟住我拉呀，向我個方向拖翻出嚟。工作，然后现在来弄个晚餐。那今天晚餐非常简单，我昨天有剩一些这个鸡肉，然后打算也是跟昨天剩下的这些蔬菜稍微炒一炒，然后就变成一餐，就是听起来非常没有技巧可言。算了啦，反正我也骗不了大家。我以前是煮饭的时候很讨厌备料的人，因为我觉得很麻烦。但我现在觉得备料其实还蛮疗愈的，尤其是切东西的时候。我今天呢一定要非常的早睡，因为我明天有要跟一个广告的拍摄，然后我们的 call time 是妆发好像5:45就要开始了，所以我大概五点十五分就一定要出门了。不过算了啦，因为我今天本来就蛮累的，所以要早一点睡应该也不是难事。明天的拍摄就是从早上5-6，然后一路到晚上的6，但是我有预感，因为通常这些拍摄呢都一定会 delay， 所以我预计可能就是7-9才能够回到家吧。我现在边切菜又边想着我的工作还有什么还没有做完，然后发现，然后一下就跳出了大概3-4代办事项。最近呢，我们在忙那个8月，我们会在荃湾的 D Park 办一个西藏。然后时间也在慢慢的拉近，所以其实我最近有时候也是会蛮焦虑的，但也很期待啦，因为一直都想要办跟 creator 有关的活动，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办更多类似的活动吧。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备料的聊天节目？接下来这几天都要记得敷面膜保湿，所以我今天连续敷了，这是3-4吧。我那天才跟 UQ 炫耀说，我最近皮肤很不错吧？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但是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被刮伤了。